已经没有丢了。卫立煌他为什么不派兵增援？父亲，幸亏他没有派兵增援。据可靠的情报，林彪已经将共军主力埋伏在沈阳和四平之间，就等着卫立煌派兵增援了。要是出现那种战局，我们损失的就不是一个四平了。 吉林呢？郑洞国副司令让我请示您，他主张撤守吉林，把曾泽生的60军调回长春。可以。校长还有什么指示吗？告诉卫立煌，他可以暂时不撤守锦州，但是必须激发出他们一定可以 战胜共军的勇气与信心。是。有了勇气和信心，失去的地盘才能重新夺回来。是。还没开打，自己就先胆怯了。如何能打败他毛泽东？ 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的冬季攻势，共歼灭国民党军15万6000多人，收复了重要城市四平，还有省会吉林，以及法库、鞍山等17座城市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把敌人孤立在长春、沈阳、锦州这几个少数的大城市了。是这样的，一定要告诉林彪，让他沉住气。不要再近期攻打长春，防止敌人被迫放弃东北，把关外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到关内来。如果是这样，华北这篇文章就不好做了。嗯，来来，继续往上爬。走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 这2年半，我们这层楼爬得不容易啊。是啊，抗战胜利以后，蒋某人有雄兵400万，背后还有美国人的支持。我们呢，只有127万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。二者相比，蒋某人就像在山顶上，我们呢，就像在山脚下。主席啊。 经过2年半的较量，我们至少也爬到山的中间了吧？还高那么一点点。那他蒋某人也应该被我们带到山的中间了吧？我看是被我们拖到脚下面了。哎，主席，你看，一个上山，一个下山，正好形成一个剪刀差。你这个剪刀差 比喻得很形象，准确地道出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。我们再努把力，等我们登上了高山，中国革命就胜利了。 主席，周副主席，南京发来电报说蒋介石要竞选总统了。 蒋介石登上总统宝座那一天，也就是他完全失败的开始。1947年3月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、中央军委撤出延安，转战陕北。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在物资供给等各方面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，与敌周旋，吸引国民党大量兵力于西北，减轻了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， 使之争取时间寻找战机，继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，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，有力地推动了各解放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，为全国提前解放奠定了基础。为了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，
党中央决定由陕北迁往河北，与中央工委会合。1948年3月21日，毛泽东率部由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，东渡黄河。从长征到达陕北，屈指算来，已经整整13个年头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这13年，是中国天翻地覆的13年。我们不仅粉碎了蒋介石想消灭我们的美梦，而且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这13年，有多少惊心动魄的事情可以记住，又有多少经验教训可以汲取啊？嗯。转战陕北这一年，你我还有毕石，咱们是在山沟沟里指挥了全国的战争。这场人民战争的胜利，将要摧毁蒋家王朝，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。天降大任于我们这些共产党人，我们必将为之奋斗终身啊！啊，与天奋斗，与地奋斗，与人奋斗。即使人不在了。思想还在，精神还在。嗯，叫叫，同志们，大家先原地休息。报告主席，周副主席，毕石同志，前面就是渡口了，现在正在准备船，大家先在原地休息一会儿吧。到黄河边了，不去祭拜母亲河。天理难容啊！主席，好，走吧，原地休息。主席，你在想什么呢？看着滚滚的黄河，我想起了东征。35年的东征吗？嗯，当年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，红军的人数不足8000，而且已经到了衣不遮体、食不果腹的地步。我提出了东征北上抗日的主张，很多同志反对。我站在黄土高坡，写下了数风流人物。还看今朝的诗句，当然，我说的风流人物，不是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，而是人民。是啊，主席当时说过，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事实证明，当年我们东征北上抗日，是完全正确的抉择。主席啊，咱们这次过黄河之后，
还准备再回来吗？我是不希望再回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再回来，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革命失败了，啊！主席，是啊。克能同志来电，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明天就要启程南下，参加副总统的竞选。来，对此你有何感想？他李宗仁南下竞选副总统，必然导致蒋介石王朝的彻底垮台。哎。 我投恩来一票。子龙啊，到。晋察冀野战军各部队已经部署到位了吗？已经部署完毕。好，等到南京的竞选搞得热热闹闹的时候，让杨得志、罗瑞卿发起攻击。 李主任，副总司令来访，请进。是。林主任，你今天挑换比河山，还挤出时间来为我送行，真让我不安呀！李主任言重了，无论是资历还是现职，我都是你的属下。预祝李主任南下竞选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谢谢，谢谢，请坐，请坐。 医生啊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南京这个地方，绝对不是为你我而准备的。李主任所言极是，天子脚下官员多，任何一个摇乌纱帽翅的，都可能是皇亲国戚。他到天子面前参你一本。 用我们口外人的话说，你就是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打天下的时候有这种事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从历朝历代来看啊，国之将亡，就会出现龙子龙孙专权。 要么就出现皇亲国戚祸乱朝纲。没想到孙先生创建的国民党，也落到了这种地步。所以啊，我来送行的第一句话，就是希望李主任能够入主南京，做中兴大臣。哼，谈何容易！将来。 我傅作义进京，还得依靠李主任引路了。说不准，我从此就离开南京了。不，绝对不可能。李主任，马上就要远离北平了，再为我们多贡献一些宝贵意见吧。 医生啊，北平有两股力量，你要分外注意。一是北平的学生运动，它历来就是改变政权的先导；二就是华北的共军，不能让他们再做大。 咱们一出了平绥、冀东，就看见了更广阔的天地。说实话，我现在真有一种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啊！是啊，来到这里啊，灵感一下全来了。我现在满脑子
都是新的作战部署图。这就应了毛主席的话，我们还是应该改变一下保守思想，要顺势而为，借势而为，变被动为主动吧。是啊，我们一到了塞外，视野马上就开阔了。我现在突然觉得傅作义的一兵一卒全在我们掌控之中。这里和平津堡比起来，战场更加宽阔，行动也更加自如。现在正是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胜利，但张家口始终是我们全体指战员的情结。哎，程武，刚说了保守，你怎么就保守起来了？你现在满脑子都是新的部署图，为什么不能用新袍换旧服呢？用新的胜利去报旧仇。哎呀，罗政委，你总是能把话说到别人的心坎里去。程武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这也是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啊。不过，我们几个不能再钻牛角尖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利用这个地形，去研究如何消灭敌人。说得好啊，咱们在这里打好了，就有机会打回张家口。哎，哼，我说你们几个人啊，怎么都做起我的思想工作来了？啊，道理我还不懂啊。来点实在的，下步该怎么做？嗯，我们是得研究一下了。钢彪，哎，看来你是胸有成竹啊，把你的想法说说。哎，胸有成竹可不敢说，不过这里的情况我还是非常了解的。咱们作战的主要地区是张家口以南和绥远东部地区，在这里驻有傅作义所部的二三流部队，多为补训师，且数量不多，配置也比较分散。除了暂编第四军等部驻守张家口以南，在天镇、阳高和玉县驻有补训第五、第六师以外，其他地区都是一些地方保安队。好啊，我看啊，这一仗就从玉县打起。好。从晋察冀军区成立的第一天，我们就开始成长。军区在斗争中巩固坚强。我们也变得一天天健壮。好，好，来，准备好了。谁撒下革命的种子？谁播下文化的食粮？是我们在这土地上开荒。好，好。从晋察冀军区成立的第一天，我们就开始成长。林青，听说你在玉县生活过是吧？嗯，太好了。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？我呀，想结合当地的风土民情排个新节目。当地的风土民情？对。那我们现在要进的是玉县？对。真的吗？真的呀，不然我来问你干什么呀？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进玉县啊？潘主任只是说让我们做好给玉县老百姓演出的准备。演出嘛，当然是我们打下玉县之后啊。真希望我们能快点进入玉县。是啊，只要摸清了玉县布防的情况，我们很快就能打下玉县。军区成立的第一天，嗯，我们就开始成长。军区在，你这么想去玉县，有什么情况吗？白玉，你怎么能瞎说啊？我能有什么情况？好了。我们为英勇的战士儿歌唱。同志们，玉县的外围据点已经除掉了，下面请曾司令员下达攻城的作战任务。师旅旅长邱伟同志，在。今天的战斗任务完成了吗？报告司令员，全部完成。另外，玉县的东关、南关和西关也被我十旅占领，其中保警七大旅大部被歼，残部逃回城里。很好，由你率领十旅从玉县的西门、南门攻城，
要以最快的速度突破城门，攻进城里。是。曾宝仓同志在，由你率领12旅从玉县的东门攻城，并负责阻击敌人向北逃去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李湘同志在，由你率领第11旅向东北方向前出，准备在代王城一带打援。是。记住，明天拂晓4时准时发起攻击。参谋长，共军重创我35军，到现在有2个多月了吧？是的。可是你们竟然没有发现他们有如此重大的调动。说老实话，我们还以为共军的主力仍驻守在保定的以南以北呢。因此，我们根据总司令以主力对主力的作战原则，也依然停在原地准备迎敌。这就是我们作战的悲剧。我绥远的主力摆在了平保平章一线，孙连仲指挥的部队又被蒋先生调到了冀东，去策应东北的国军剿共。可是你们，也包括我，竟然没有发现共军会跳到我们老家的后院去折腾。都站着干什么？坐下。李参谋长，到，谈谈你的意见。是。华北战场的形势是明摆着的，平津保一块处于核心地位，丢不得。冀东、韩城的等地是蒋主席确保东北、华北2个战场的走廊，还有一块，也就是我们原绥远军的发祥地。自孙连仲时，就只管平津保这个核心的三角地带。那是因为总司令坐镇张原，西北无虞。而今，所以啊，现在我军的主力在北平，因此察哈尔以西、绥远等地就成了无军可守的一片空白地，让共军钻了空子。诸位说说你们的意见。我说2句。古语说得好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。总司令，我请缨，我要亲率35军打回老家去。我同意，但是
不能放单飞。是。李参谋长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。我以为第一步，针对共军主力，已经转到张家口以西，应急调第35军、暂三军、暂四军等部，由张家口、天镇西开，摆出与共军决战的架势。可以。第二步，把94军主力由冀东调往宣化、下花园一带。很好。但是要保密，我们力争在张家口以西与共军决战。是。天意，又不是我们不愿意打回张家口，走。哎呀，更不要。好，不回去是吧？我陪你。我也陪。哎呀，等一下要是罗政委回来，肯定指着鼻子骂我。杨德志啊，杨德志，我们是怎么从张家口出来的？这么大好的报仇机会就这样错过了吗？什么大好的报仇机会就这样错过了？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毛主席来我们军区了。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我们坚强的靠山，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，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这两天听了荣臻同志的工作汇报，对晋察冀的工作有了一些初步认识。从杨德志、罗瑞卿等同志发来的电报看，一，此役未能攻克张家口等城市，他们心里憋着一口气。第二呢，他们似乎对于配合东北的林彪、罗荣桓他们作战，而不能像其他野战军那样较为自主地消灭敌人，有些情绪啊。主席真是厉害啊，一开口就点破了我军区野战军，尤其是指挥员思想上的问题啊。我看啊，主要是军区的领导影响了杨德志、罗瑞卿他们的情绪根源嘛，还在你们
没有大局的战略观念，只想着晋察冀，多打大的歼灭仗，多消灭敌人。荣臻同志啊，从理论上讲，这是一种本位主义在作怪啊。这样一来，就违背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搬到你们这一亩三分地的初衷啊。从现在开始，荣臻你还有杨得志、罗瑞卿等同志必须清楚，我们离开延安的一年多来，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大山沟里转悠，就是为了拖住敌人，给你们这些各路神仙减轻压力，甩开膀子击垮蒋介石的400万大军。荣臻同志啊，现在即将到了摧毁蒋家王朝的转折点了。恩来讲得很正确，党中央到这里来，就是要完成这一最重要的战略部署。当年楚汉争夺天下，韩信等人就是备战在黄河以北地区，也就是现在的晋冀鲁豫一带，扫平了楚国和其他的地方武装势力，成功的逐鹿中原。这就等于刘邦占有了天然粮仓，有不尽的兵源和地理条件。第二步就是楚汉争天下的最后一战，垓下之战。到那时，西楚霸王就是再有力拔山兮之力，也难以挽救他乌江自刎的命运喽。这就是主席一边转战陕北，一边指挥全国各战场上的战斗筹划的一部大棋啊。报告。进来。主席，周副主席，南京方面发来密电，蒋介石搞的竞选总统一事，这次真搞热闹了。《红楼梦》里有句话：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”蒋介石搞假竞选、真独裁的把戏，必将是众叛亲离、民心丧尽。何叔叔，哎呦，下车吧。经国呀，我岂敢劳你的大驾，亲自相迎啊！作为晚辈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请何叔叔。好，父亲正在等着您呢。哦，好好好。你我匆匆一别，疏忽近两年矣，甚是想念。我何曾不是时时都在想念蒋公啊？来，进去谈。哎，敬之，此次有每回国想参加竞选正副总统吗？嗨，绝无此意。我在美国听说胡适之博士想参选总统，可有此事啊？是的，确有此事。哦，这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吗？美国政府。我在美国有些时候了，怎么没听说呀？可在国内，却是路人皆知的事了。而且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各界为此大造声势。哎，司徒大使应该清楚，在时下的中国，总统非蒋公莫属。话还不能这么说。这个司徒雷登不仅要为中国人推荐总统，而且还鼎力帮助李德林竞选副总统。怎么会是这样？因为当下选择桂系
符合美国人的利益。可是美国人并不深知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。简单说，美国想做世界的老大，但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人，更不了解中国的历史。这件事早晚成为日后一个笑话。可是在中国，有不少人喝了点洋墨水，自以为美国多么自由民主，还为美国马首是瞻。那蒋公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想由党提名一位候选人，与其他党和社会贤达的候选人一起进行角逐吧。蒋公主意谁呀？孙科副主席。我听说孙科不愿意参选，我更听说李德林、于右任、程潜等候选人都要坚持竞选到底。事在人为嘛。今天你的琴声中充满了喜悦，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？达令，你怎么变成懂音律的周郎了？可以告诉我，一起分享一下吗？猜猜看。猜不出。时下你最缺的是什么？时下除了不顺心的事，什么都缺。当然最缺的还是资金呢。大林，需要钱做什么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现在军队里的军饷、政府部门的开支及竞选的费用，哪一样都需要钱呢？好了，告诉我，美国方面给了我们多少援助资金？美国国会通过了4亿6300万美元的援华法案。很好，但还是比我预料的少了很多呀。还少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美国的舆论还不同意立即拨款呢。不同意拨款，他们是什么理由呢？他们说，自日本投降以后，美国给我们的援助总值高达43亿美元了，那结果呢？结果，我不是也做了很大的妥协吗？如果完全照着他美国人的意思去支持李宗仁和胡适上台的话，那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你出面去找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谈谈，请他出来参加副总统竞选。你去谈不行吗？要知道我比他小6岁呢。哎，你这个小姨肯定是比我这个姨父要亲得多得多。孙科即便是比你大16岁，可是论辈分他是晚辈，该叫你一声姨妈呀。让我想一想，那李德林愿意退出竞选吗？我已经让张跃军和吴志辉去做他的工作了，对他小以大义，劝其退选。只要李德林退出竞选，程潜、于右任绝不是孙科的对手。一定是这样的。孙副主席，你以副主席之职竞选副总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
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对全国人民尚没有做出什么表示呢？虽说竞选是一种体现民主的形式，可西方人谁不晓得是要用金钱来完成这一竞选形式的呢？可我呢？这点你放心吧。蒋主席对我说了，只要你孙副主席参加副总统竞选，资金方面一定会鼎力相助的。谢谢。根据我国的选举法，副总统实在是可有可无的位置，因为他的手中没有一点实权。这不仅无助于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，而且还会从旁推波助澜，使民主选举的总统仍有变成独裁者的危险。如果中华民国选出的副总统像美国那样，可以兼任参议院院长，并由副总统兼任立法院院长呢？这样的话，我愿参加竞选。不过，李德林、于右任、程潜他们三人也公开表示参加竞选了。你就放心吧，一切交由蒋主席去办。好，请。